这么爱用东西啊？门框上架起两片水闸门，但却挡不住狂降的雨量。哦，最爱砸雷啊！老人家扶着闸门，但屋内屋外早就淹了起来，挡水装置发挥不了作用。有人干脆这样做，已经沙缸了，沙缸了是吧？简易抽水机还算给力，屋内水抽干。不过云林台西大雨从夜里下到天亮，屋内的家具都在设法长高，才能避免陷入泡水灾情。啊，这话不快啊，快好啊！唔系安尼讲啦，因三摆咯，三摆咯，这个摆三摆咯，方便咯。啊，嘛是拢只因只管是吧？今仔无即个较管。一个星期淹三次，出现在云林台西苏措村。从远一点的角度看，三合院周边看不见陆地，房子就像浮在水面上。不过不止云林海线乡镇，台风外围环流也扫到彰化沿海乡镇，再度遭遇淹水灾情的还有他。小雨还好啦，啊，这届风我看淹啊嘞，唔怕淹到哈严重。看着老家又淹水了，善后打扫根本白忙一场，因为短短五天内，彰化深港七家村的这户民宅两度被水淹。不止深港，就连秀水的稻田都被雨水彻底填满，降雨带笼罩在云林彰化的海线，鱼蛋轰炸瞬间，居民为了防水防淹，只能先设法自救。但是我们云林彰化综合报道。